down. What?这里是SD01小队，我们正在赶往接应地点，预计到达时间10分钟，需要确认待救人员准确位置。Over。我们在地下中控室，信号太高了。信号源干扰，超收不清怎么办？目标超长，加速前进。Top of the captain， 目标超长，加速前进。 干什么？喂，我都没伤弹夹，你说我能干什么？铁柱，你丫这一路挨了多少吗？哼，是他太敏感了。专心看你的车。这种任务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哦，他妈的问你也是白问。Captain， 不到1公里了，对方仍然没有回复。继续呼叫，注意信号拦截。 Sir， Yes sir。 CQ CQ， 这里是 ASD 01小队，收到请回话。Over。 CQ CQ， 这里是 ASD 01小队，收到请回话。Over。 这他妈是哪儿啊？这根本就没有路啊！哎，这回又走岔了。这年月林他妈导航都不靠谱啊！喂，你瞎嚷嚷什么呢？话都说不利索，废物！靠！啊？
真是块金表啊。生存守则八，不要贪心，贪心是厄运之源。哎呀，算了。老话说，入宝山不得空手而归啊。就这一次，丧尸是没有体感的怪物。感觉就是砸他脑袋。来吧，呜呼，黄活收工。Lighting 悬挂脱离完毕，开启 Lighting System， 确定周围情况。收到 ，Lighting System OK， Game Start。游戏？啥游戏？快点下车，快点！呜，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。看来我找对地方了。我们要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30秒整理装备。翻个底儿朝天还不容易？来，宝贝儿们。好吧，赶紧去觅食吧，这里就是你们的乐园。抓紧时间，我们只有30分钟。喂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何明，嗯，待会儿小心点。靠，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。这话跟他说吧。小畜生，玩够了没有？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。这家伙怎么今天老是针对我呀？跟上，我们的战场在这里面。嗯，走了啊。软大，今天运气不错，金水鬼啊！我卡破成背吧？这车玩意儿要是让给他，这太可惜了。生存守则三，多数情况下丧尸不会主动攻击人的，只要别去招惹他们。匹马了！我靠！快惨了！速度！大哥，你要速度，你追我干什么呀？啊！我也没招你啊，这钱是我的。站住！这听不懂人话，你这是。大哥，你这是一点都不讲道理啊！啊！大哥，来商量一下，这车给你，我要包包可不可以啊？我去你大爷，包你都不给我留啊！这帮助我去！为了这块破表，我算是背到家了，我这是。快启动，快启动，快启动，快！我去，你怎么还在？下去吧你，下去！我去！帮助！我去！帮助！怎么那么多呀？要你妹啊！生存守则十三，绝不涉足缺少光照的环境。我去，太他妈黑了吧？傻子才会进去呢。
还有别的路线可选吗？我记得我老爸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不确定该往哪儿走，就沿直线前进，至少那样不会迷失方向。有道理，不过那句话成了他的临终遗言。你们父子直接躺进雷区，你丢了半个身子，而你老爸却直接丢了命。啊，好吧，但至少我还活着。要不回去啊？我的妈呀！真是逼我进去了，没完没了了，这是。谁知道啊！大姐，你这个畜生，别追我了！我前面摆了一次生存守则，不至于这么惩罚我吧？你大爷的！为什么非要约在这种地方见面？啊！哎！闭嘴，笨蛋！与我同在呀！哦，密码门，密码门早知形同虚设。你在这儿啊，爸爸找到你了，别着急。咱们晚上就可以让起来啊。干掉他。不行。干掉他恐怕会引来更多。别打草惊蛇。绕过去。别惊动他。丧尸啊，看我打爆！把棍子放下。我放了，别开枪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嗯，你还挺壮实的。你干嘛老是跟我过不去啊？我他妈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是吗？什么他妈装逼？
上一把，莫名其妙。我可不是个怂蛋。我提醒你一次，我们来这儿的唯一目的是找人。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就一根棍儿，没别的了，真没别的了。门锁已经过加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只是恰巧路过。恰巧路过密码门？确实这么巧，是的。别跟我油嘴滑舌的，当心我崩了你。陆宁，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杀人的，快把枪收起来吧。还有人？你们多少人啊？闭嘴，别啰嗦。哦，原来是个年轻人。看起来你是个运气不错的小伙子。